我们是要聊我们这个整个夏日祭典，哈佛夏日祭典整个顺利办完嘛？对对对。但其实很多辛酸血泪，很多突发状况，你是在影片上看不到哦、甚至你在现场也看不到。有这件事我可以理解到、影片果然都是骗人的。不是影片我们会去无存精嘛，你又是拍纪录片拍纪录片你是分韩剧日剧要分十几集播，拍纪录片可能要一季二季三季四季，不需要阿伦开车，你说他那个头发遮住了眼睛的状态下开车还能开车，他应该有拨开，他应该有拨开我那时候还有先问他，你说哎、你开可以吼，他说哦 OK OK 可以啊，你头发有撩起来了林化路上先买个发夹还是发箍给他、没问到这一句嘛结果就睡了、我就睡了、然后睡到我其实也不知道睡到哪里了、然后突然间、超大声吓死，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那个眼睛的右侧已经是那个水泥护栏，眼睛右侧是阎罗王是什么来呀、他刚生小孩来呀、他小孩刚出生七年八年是你今天来不得了就我一下车哦，我又吓到，怎样？整个车壳都没事。哎呀，掌声给酷哥！哎呦，业配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收钱？我先从后面看嘛，然后没事，我就慢慢往前走。大灯也没事啊，然后侧边也没事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还是我在做梦，因为我刚才睡觉。大灯没有破，然后车壳也没有任何刮痕。蹦了两次，然后后来仔细拿那个手电筒一炸，才发现哦，撞到轮框哦，轮框哦，然后是前框跟后框都中，都中。上面都有刮痕，然后车壳完全没事。那你怎么凹进去的吗？对啊，你的轮框那么凸啊！我就在想着，就是阿斯拉是不是？就跟你平常停车偶尔会在路边卡到那个轮框的那种刮痕，只是更多更深。那么奇怪，就这样。哇，有保佑啦，有保佑，真的是有保佑。今天等于祝 Bobby 啦，也要聊一下那个吧，有警察来的故事啊。这很精彩哦。我觉得这超级精彩。对，嘉义发生了两件，还好没上新闻的事。而且派出所认识蔡宗翰，真的？真的？什么意思？他说他打电话给派出所，然后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是那个园区文创园区啊，我们这边是那个蔡阿嘎的活动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们在活动会场就发现有人在偷拍。哎呦！然后我讲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好，那我派人过去。哎，请问你是蔡宗翰吗？”没有，我们工作室没有其他男生，没有其他男生的，确实。然后害我还觉得，好像有点尴尬。是是是是是，那再麻烦你们派人进来。我们这边很和平诶，真的。打发饮料也可以抱怨，对啊，我觉得没什么事情，擦一擦捡起来就好了，没什么事情好说的。谁会想要故意打发饮料？不会有人想故意打发饮料。哦，我想想看，今天有提供被我 Bobby。真的那种天气要进来得了，要么大太阳，要么晒的晒，然后暴雨、下雨、暴雨，真的走到一半还没到，中途就暴雨。对，马上那个公仔辣真的薯条了。七月真的是天气比较变化多端，要么很热。你下次可以改天生日吗？我改天我重新投胎。他直接诅咒你，他直接问你要不要重新投胎？你才重新投胎啊？没有，不是庆祝我生日，是庆祝哈哈 baby 两周年，然后蔡阿嘎十五，不是我生日，是应该办在七。七月暑假，暑假大家比较有空啊，对了，学生朋友什么比较有空，对对对，不是因为我生日，对，好，都忘记这个。哈佛2023夏日祭典没有出现蔡阿嘎，中间主视觉是放大头狗，对耶，对呀，干我屁事，都忘记了，那个大公仔是你，抱歉抱歉，是祈福的一个概念，对了对了，祈福啦，这边谢谢我们的总监刘金义，谢谢刘金义，谢谢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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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啊，喜欢的话啊，记得在我们。Apple Park 是五星好评躲起 来，我爱罗金玉，我爱总监，刷起来，总监说刷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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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必会有5万个以上的留言吧，下礼拜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